是不是知道今天要看歌手你会穿这样子？夸我，夸我。哇，你的头真的是从大到小哎，像个板栗。I'm F Junior, OK? One little finger, one little finger, one little finger, tap tap tap. Point your finger up, point your finger down, put it on your nose. Where's your nose? Nose. Good job, buddy.上周五晚八点，歌手2018全新开战。哇哦，这是2018歌手的首发名单呢。哇，有林忆莲啊？不对，林忆莲是上期的。从我是歌手到歌手，已经第六年了。非常感谢这个舞台，把一群热爱音乐的，是喜欢他，韩红啊，张红健啊。胡彦斌也可以嘞，这个嘞孙楠嘞也可以。你有没有觉得在邀请歌手方面出现了疲态，或者有一定的资源枯竭上的感受？希望可以听到。为什么歌手从来不找自己冠名商的代言人王菲啊？可能不敢来吧。审美是在逐渐刷新的，就是评判的标准不再是技术。这是一个需要实力的舞台吧？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这个节目，王菲可能只能给我们一张过去的 CD 了。